演唱电影主题曲的疾风少女跳起广场舞，周星驰打丛生阁爷子背后难得放下身段搞笑，不过冷面笑匠实力犹在。就除了王总，都想不到有别人，是具备这两个，又是巨星，又是龙套的气质。龙套巨星。时隔20年重拍喜剧之王，主角从周星驰换成了王宝强，电影预告满满致敬前作，有人批评是炒冷饭，也有人说是搞神秘。星爷在北京记者会上继续卖关子，人生呢就两个字，但是我现在不能说，因为就是你就是看电影你就会知道了，就是我把这个我最新的领悟就放在这个电影里面。周星驰制作执导的电影向来是大陆春节档票房冠军，这一回与大哥成龙再度狭路相逢，无厘头搞笑对上奇幻轻喜剧的神探蒲松龄。除了双王对决，黄渤、沈腾饰演的倒霉二人组遇上疯狂的外星人会擦出什么趣事，以及去年靠红海行动拿下160亿台币的吴京则将拯救行动从地球搬到了外太空。号称是大陆影史上最拥挤的春节档，16部电影扎堆上映，比去年足足多出9部。老将尬新秀，这场仗肯定又硬又激烈。记者李宗旺、杨奇浩，北京采访报道。